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杜牧舰队能不能请我们海军哦？我想确认一下，这个上个礼拜是回来之后按照规定要隔离嘛，对不对哈？是，包委员。那他们现在身体状况都有没有问题？包委员都没有，都没有问题。那今天就可以宣布休息了，是不是？还是关闭？昨天已经进行检疫了，没问题。检疫公布数据都出来了。包委员，因为他们是根据30天的，对，就是说。检疫的规定，因为我们有通报那个疾管署的那个边境管制组，他们说30天之内，就是说没有任何状况的话，都可以了嘛，都可以。所以什么时候可以正式的休假？那些官兵？今天捷讯检疫完之后就可以。所以捷讯是下午的时间，早上，早上，所以已经办完捷讯了。是，所以主持人是总长黄上将。哦，黄长，总长 ，OK， 好，那就了解了。好，接下来我想再问一下关于这个标准二型跟海军方案，这个就跟海军有关系啊。